不行不行的。那等着等着，你没有那个会员卡，我邻居帮你开不了啊。那怎么会这样子搞呢？这全国都是这样子的。那这登录还要我个人信息啊？是的，这你个人信息还要填你公司名称，才能开发票。是的。现在都是用那个中国石化一级加油那个 APP， 然后是可以支持全国加油、全国开票的。目前的话，我们现在是取消那个纸质发票，只有电子发票。您充值完，然后即用即加，这些都是就不留那个太多那个钱在账户，就没有风险。根据那边税务局那边的话，都是取消纸质发票了的。现在都是实名制，因为这个就相当于您的那个电子加油卡。现在是推行线上的一张电子加油卡。是要到那个加油站去，加油站帮你们开，都是有的，你要去加油站的。您给他提供了手机号码的话，以短信的形式发了个链接到你手机上，进我们加油站便利店里面，我们加油员帮你们开的票，是注重客户的隐私的。